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赛罗。有小伙伴问我贝利亚相信光吗？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啊，一会儿我就去问问他。顺便问一句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相信光吗？相信光的小伙伴可以发送三个太阳表情，估计很多小伙伴都找不到这个表情啊。第一天，贝老黑，你相信光吗？哈哈哈，搞笑得很，我坠入黑暗都当皇帝了，你还问本大爷相不相信光？本大爷当然不相信了。你居然不相信光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第二天，贝利亚，你相信光吗？切，又想用火箭筒炸我，我才不上当了。本大爷虽然外表乌黑，但是心里却是相信光的。什么？身为黑暗皇帝，你居然相信光？你是个叛徒！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叛徒。既然是叛徒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第三天，贝利亚，你相信光吗？赛兔子，你大爷的，又来啊！钢，我相信啊，我家里就有一口大钢，司马钢砸光的钢。你想要啊，我送给你啊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回去给你拿过来。小伙伴们，太危险了，赛罗差点又要用火箭筒轰炸我的屁股了，还好我机灵啊，我藏在这里，大家千万别发狗头表情告诉赛罗我在这里啊。